目标若要达成，爱真多人出钱出力，劳费劳关。大家在座所有父老乡亲，恁大家同心合力才完成任务。所以伫遮，咱需要你过来对朋友的帮助。咱需要咱出去后壁台顶在偷人的出力，较容易的偷卡。甲包括咱在座所有父老乡亲，大家身体力行。在劳力劳工，在当家里完成任务。所以今嘛，我也来念着迄个名声，请父老乡亲用掌声，不敢感谢一摆。来，咱来就一个，欢迎李先生。人情所以立定，谢董模，谢老师。来自你的好朋友何乐仁何先生，阿公哦，咱一个吼，元旦的时阵足高追哦，哪敢学无啊？你就有咱同款，你讲你精彩，你讲你健康，林志升林老师啊！啊，后来咱嘛来台中，咱就真正台湾的健身，台中第一支舞第一场戏。全台湾人啊，你一个月啊，大家心肝结归完，无一个人有精神的。你若看今仔今仔路，若头昏地里，不能台湾人。大家总结，我按北部、中部、南部，甲听足侪场演讲。演讲者若讲煞，然后现场的咱遮的观众。咱遮出席的父老乡亲，来现场提问题来甲解答的。所以我甲观察了了，有一个感想，就是咱台湾人，拢希望咱在最大的期间内，希望有一个台湾，有一个中民，搁再出来咱领导干部。但是呢，从保守到保守为止，咱也会拍到咱新的一代。虽然咱台湾人加入更高目标，真正赢到后一个选举，选举人会做台湾是恁阿妹出来讲的。所以，我甲恁讲，我嘛听你一个，但是呢，在我的演讲当中，我甲我甲林志峰老师、甲陈振华老师、甲何乐仁先生，恁的演讲呢，真正温暖。这是台湾教师学会今年举办的十二台湾顶尖的教师博士学者所作，与台湾国家电影人员得到这十二全国教师学者，伊的论述拢无多一点，一人讲一款，所以一本书会使甲囥在边啊，我甲这个，恁有咧找到？台湾的政府上最好、上轻松、上较紧的路，都是以法律来建国，也都是萧敬腾老师带领军心破除所讲的，用探讨正确的法律来要求美国政府甲咱做合作，来咱在对外的期间内，共同达到更高的目标啊！所以，伫遮。我要请在座父老乡亲对我发两个口号，我发乡亲，大家对我好，我来发台湾，大家发进步，我来发支持，大家发行动，台湾进步，支持行动，发十声，台湾。